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蔡澜的微博世界与网友的互动时刻嘅。Jason， 你系边位啊？你系 Jason 咯？呢位就系喺微博上边好吓好热门、好受欢迎嘅卢健新先生，俾啲掌声我 partner。呢位系新加入微博嘅阿美。Hello， 大家好。好，咁我哋睇到啦，今日我哋嚟到呢个活动啦，咁当然就会有主角啦，系咪？唔系我同你喎、哦。主角等紧啦。系啦，我哋一齐请佢出嚟好嘛？好。好，俾啲掌声我哋。蔡澜先生，好啦，咁今日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啲特别嘅地方系，因为我有新浪微博全程嘅直播，冇错。咁所以我哋讲咩话？讲咩话？我谂应该系主要就系广东话啦，咁、其次就会有少少。普通话啦，要照顾内地嘅呢个网友听众，仲有咩话可以讲啊？你最中意讲嗰啲咯，你成日讲嗰啲咯。蔡生教你哋唔好讲咁多废话。好啦，我哋唔好讲废话。我哋知道今日咧嚟到，我哋除咗有访问啦，同埋会 check 嘅时刻之后咧，我哋会提一提大家。我哋活动稍后咧就会由蔡澜先生同我哋做一个签名嘅签书新书嘅仪式嘅。咁另外就活动嘅前半部就又会邀请一啲现场嘅朋友上嚟同阿蔡生。以平時在網上問問題問得多了，今天就親身來問問題，希望可以擦出一些火花。是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踴躍一點，可能開頭呢會有一點怕醜，但不要緊，我們有一些熱身先。我們會幫你的。熱身就是怎樣由我們兩個來做，是不是？我們做司儀今天的報酬就是可以先問蔡生一條問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我想了。蔡生，我可不可以問你一條問題啊？可以啊。當然當然。我聽講話你成日教我們做一個有情有義的人。咁我聽講話你以前嘅女朋友咧，每年生日咧都會自動收到你送嘅花。一開始就問，一開始就問呢啲問題，好犀利，蔡生。怕嘅，唔係太多。蔡生教我哋係會謙虛，唔係太多。Kinson 你咧，你會唔會仿效啊蔡生呢個做法？蔡生都唔係太多，我當然更加唔係咁多啦。唔緊要，來日方長嚇，你個 list 好快就會寫滿嘅啦。蔡生啊，另外我又想問一下你有問題啦，我佢就問一個比較輕鬆啲嘅。女士通常問感情問題喎、啊。我唔係喎。坐下啦，坐下。OK 得噶啦。蔡生叫你坐，你坐啦。係咩？哦，坐啦嚇。坐。多謝蔡生。蔡生冇見你坐喎，你唔好坐。老生都坐，老生都坐，一齊一齊。我半坐啦，我半坐。咁頭先 Kinson 問咗一個好好搞笑，但係又幾有趣嘅問題啦。咁我想問翻一個比較嚴肅啲，咁就係琴日咧，我哋傾開偈，我哋做一個。pre 呢一個活動嘅儀式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度諗緊。最近咧，而家好多人都會講啦。我聽過一句説話，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就係話識人咧就好過識字、哦。咁佢討論緊呢個話題嘅時候，就覺得今日呢個問題咧就好適合問下你啦。你覺得咧？咩意思？識人就識字，識人好過識字、哦。即係話講識得人多就有用啦，係咪？係啦，就未必一定話係讀書多或者要好多見識啊咁樣咯。咁你對於呢、這個而家咁樣潮流嘅講法，你有冇睇法咧？梗係第一先係睇書多啦，識字啦，睇得多啲書咧，就自己有啲內容啦嘛。有啲內容同人哋傾偈嘅話，就會多啲人同你傾咯。你好似我有時同嗰啲所謂靚女一齊出嚟食飯，所謂靚女啊！傾咗十分鐘，我已經知道佢嘅祖宗十八代係咩事，因為佢冇生活噶，佢就係識得化妝品啊、車啊咩，你乜嘢都乜嘢都唔識噶，你同佢講範圍比較闊啲嘅嘢，都唔識，咁你唔係十分鐘解決咗。阿妹，你仲有五分鐘，我就係等等要拖過呢十分鐘時間，你快啲幫我計下先。咁即係意思係咪話咧？我哋其實最主要咧都係不斷咁學習，睇多啲書，其實呢個係一個基礎，係咪？係基礎，一定會打好。人生有趣冇趣都係睇你嘅睇書啊、旅行啊。就算唔想睇書，睇下電視劇都好啦，嚇韓國劇咯。夠鍾未啊 ，Kinson？ 當然，如果睇多啲蔡生嘅書，更加之適合啦。我見到其實頭先入場嗰陣時候咧，都好多朋友已經個個拎住咗咧阿蔡生新嘅著作噶啦。就係呢本啦。嗯。蔡澜微博聊答啦。
系啦，咁大家咧，如果未买呢本书唔紧要，因为一阵间咧，我哋有一个提问嘅环节啦，咁我哋都会选出一啲咧优秀嘅提问者咧，我哋会有呢个书送翻俾大家咧，作为一个小小嘅礼物。蔡生最中意人嚟挑战佢噶啦，即系有咩问题有趣嘅，从来俾人答过，即系希望唔好问啲问题。蔡生话你择一啊，或者你叫问你懒啊，系咪啊？你懒啊嗰啲啦，咁、那个问题点为之有趣就蔡生阵间每一个部分完结时候，我哋等阿蔡生去拣出嚟。系啦，咁所以越有趣咧，就越有机会咧得到呢一本著作嘅。好啦，我哋而家系咪差唔多要开始呢、這个？冇错。咁提醒一下呢个现场嘅朋友，如果阵间因事要中途或者去洗手间，可以喺两边嗰度行翻落嚟，因为我哋中间有呢个摄影。系啦，就唔好影响到呢个直播嘅时刻，系咪？好。嗯。咁而家我哋就要开始喎。头先我哋讲过话要提问嘅环节咧，有冇朋友而家想率先上嚟？边位朋友系想上台参与呢一个现场？即问即答，我哋揾位朋友递啲咪。系啦，我哋有两位嘅同事帮手嘅，咁大家可以踊跃啲举手，唔使怕丑噶。我知道可能而家仲未热身啊。都唔使举手，其实或者啱啱食完饭，有少少眼瞓，但系唔紧要嘅，大胆啲。有问题就珍惜呢个机会，因为咧蔡生喺度会即刻同你解答，唔使睇书咁遥远嘅距离，我哋现场可以听到蔡生嘅答案啦。呢位，不如咁啦，企喺度唔好啊，我哋一见到靓女 ，Kingston 就会自己中落去呢个。蔡生知道我都系一个相当正常。我哋俾掌声呢位朋友好唔好啊？好，请喺台边上嚟先。仲有冇？仲有冇其他朋友？因为我哋其实每一次唔系一定系一位。你快啲发挥你靓女嘅影响力啦！冇啊，冇啦，已经。你想坐边度？坐呢度。系啦，我哋揾多一两位嘅朋友一齐上嚟倾偈。我哋呢个环节其实唔系净系一位先，都唔紧要。系啦，仲有边？后边有位小姐，戴眼镜嗰位。系啦，黑先生呢位小姐，我哋揾个同事。Kingston， 你快啲凑啊，小姐上嚟啦！我揾位男士得唔得啊？哦，好。呢位够唔够靓仔？呢、這个都尚可以 ，OK OK， 上嚟。捉你只手啊！系啦，同埋呢位小姐，你喺台边上嚟，唔该晒。你呢边啊，你男左女右。你支麦佢先，请坐。够唔够？你先问啦。我先问。大家当倾偈咁咯，最好系咁样，大家都倾偈。系呢个系一个客厅嚟嘅，所有嘅人都系我嘅朋友。O、okay, K， 想问一问，魏康几年前叫你收女徒弟300个，你收咗几多个？仲有冇名额剩啊？我想做。都开始。咁啦，我决定而家点收法咧，因为。我要了解對方才得噶。我以前試過一次，但係對對方唔係太過了解。而家我嘅辦法咧就係想了解多啲啦。咁任何人愛話愛做我嘅女徒弟嘅話，咁樣你喺微博嗰度自己表現一番，咁樣就可以成為徒弟啦。咁借過呢個微博嘅平台係最好。我發覺我而家用緊嘅助手都係喺微博嗰度請翻嚟嘅。喺微博咧，我就知道你一個人嘅談吐啊，你嘅修養啊，你嘅志向啊，係咪同我一樣咯？如果係嘅話，就可以喺埋一齊咯。咁喺埋一齊，即係點樣咧？喺埋一齊，好吸引。暫時喺埋一齊。收嘅，收女徒弟先啦，收完就收男徒弟。蔡生係偏心啲嘅，我哋明白。對女徒弟，300个之後啦。好，不如我哋請下一位朋友再問佢問題先。係。好，我想問蔡生兩個問題嘅，一個咧係。你曾經是有寫過小說，但是是沒有在大陸出版過，那為什麼現在都比較寫散文、寫遊記比較多，而不從事這個寫小說呢？長篇小說，小說就是這個是耐性的問題了。我做人很急、急得很厲害，所以我的文章呢就越短越好。咁微博最过瘾啦，140个字。对于我的个性最适合啦。咁我长篇小说以前点解会迫使到我可以写成嗰本13妹呢，就是有一个周刊叫我写。
咁樣每一期咧兩千字，咁我呢週刊唔停得噶嘛，咁就逼你成日去交稿啦。咁你交稿之間咧，就逼你逐意思考。梗係我之前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做咗七年。咁樣我就將呢個七年嘅成果咁樣去一篇咁樣推出嚟咯。但係而家真係冇咩嘅時間。我寫稿我嘅態度幾謹慎下。我寫完一篇差唔多好似蘋果嗰啲咧，本來係七八字嘅，而家我又覺得太多，又同佢縮成六百字啦。呢六百字我愛曬差唔多成個鐘頭嘅時間去寫嘅。寫完之後，我就改一次，改咗放喺度，聽日朝頭早起身再改一次。改完我就將呢個稿係傳俾我嘅公司啦 ，fax 俾我公司傳真。我嘅公司嘅女秘書咧，就係、是、會將呢個傳真咧就傳俾報館啦。報館咧就將佢排咗電子版嘅字，就傳翻俾我嘅秘書。我嘅秘書傳翻俾我，我再改多一次，放喺度。第二日朝頭早再改一次翻去。所以呢篇文章六百字係六百字咧。但是是浪费很多时间。这个不包括思考的时间。思考的时间 是任何时间我都用紧的。好像我跟你倾紧的时候呢，我都说哎可不可以将你这个问题写成一篇文章啊，咩这个没停过的。这个是永远，如果我清醒的一刻我都在这里想的。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写长篇小说。精华嚟噶，篇篇都系精华。好，头先好似话仲有一个问题嘅，系咪啊？系，仲有一个问题咧。头先位小姐提到倪匡先生啊，咁咧，你有好多读者都系倪匡同埋亦舒嘅 fans 啦。咁想问一下，其实有一个疑点都困扰咗我几年嘅。咁你同亦舒咧咁老友咁 friend， 其实你又咁欣赏佢，点解你哋后生嘅时候咧系冇曾经有谂过发展一段情缘呢？你又知冇？咩问题嘅？冇公開話呢個好怪嘅喎，有啲女人睇到咧，你就有呢啲瑕疵；有啲女人你睇到冇就冇嘅喎，講感覺咯，都係唔啱我胃口。呢句最精勁，呢句最精勁。好，你有冇問題問啊？暫時冇，唔該。OK， 好，咁不如我哋請呢邊嘅朋友好唔好啊？好啊。生，我問個嚴肅啲嘅問題啦。好，嚴肅啲。咁有人覺得微博咧，其實係因為呢個信息萬變嘅社會咧，而家咁微博係提供咗一個每個人將自己當作一個品牌去推廣俾其他人嘅一個平台嘅。咁如果你同意呢種睇法嘅話咧，你覺得而家啲人喺微博度應該寫啲乜嘢啊？或者應該佢哋點樣去發表更加有意思去推廣自己咧？如果用呢個思考方式嚟做出發點啦，我覺得就冇咩用㗎。你不如用500蚊或者1000蚊或者50000蚊去買500個，或50000個 fans 可以用買㗎嘛。所以冇用。微博最好嘅好處是什么呢？微博最好的好处呢，就是可以给你不要浪费时间。你任何时间你等地铁的时候又好，坐车又好，或者看电视忽然间来一段很长的广告又好，你都可以上微博。这些时间呢，你就会利用到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可以利用尽嘛。因为这个微博那里除了大家的互动的沟通以外，有很多很新的新闻的。赖昌星捉回来了，即刻已经有在这里，我不用看报纸我已经知道。很快，所以
这个平台好，同埋你可以揾翻好多好老朋友，呢、这个一定啦。Facebook 啊、Twitter 都系一样。你会同你嘅老朋友嘅沟通多啲，因为呢个私信嘅功能啦，令到你好快嘅传一个信息俾人，人又好快答翻你。仲有电话，我一向唔中意嘅，因为我嘅好朋友好多喺国外噶。咁我喺國外咧，我唔知道佢三更半夜啊，或者係時間我唔啱啦嘛。所以我如果我用微博嘅話，佢又上微博嘅話，我私信即刻過去，佢睇到就覆翻我啦。雖然其他嘅好似 email 啊咩都有呢啲功能，但係有好多人好懶嘅，唔係幾打開 email 嘅。微博咧就係一整就上癮啦。一上就上人，上人咧佢會時常睇到咯，咁會快啲同朋友溝通，最好嘅。好多謝阿盧先生介紹我推薦我上微博嘅，呢個係我呢一年幾個月裏邊嘅比較樂趣嘅一種娛樂嚟嘅嚇。對於我嚟講，我係真係係十分之覺得好玩咯。蔡生中咗微博毒啊，中毒甚深。这个讲中毒又唔系，总之人哋以为我嘅时间唔够用，但系我嘅时间有时可以多出嚟，我可以执翻好琐碎嘅时间翻嚟用，这个系。你哋到年紀咧，慢慢大咗，你哋就會知道，係每一分每一秒都係應該好珍惜嘅去利用佢哋咯，利用呢個時間，你或者利用又好，你話玩又好，但係你呢、這個你會爭，你會覺得你嘅時間，你如果爭取嘅話咧，就係、是、越嚟越多嘅。嗯，同埋蔡生會將佢玩嘅嘢變做一個事業。是吧，將在微博上面答網友的問題變成一本書出來。這個是副產品的。副產品。好像很嚴肅一點。還有沒有輕鬆的問題？不要這麼嚴肅啦，可以輕鬆一點。你做什麼工作的？我做室內設計那一行。室內設計那一行的意思就是做緊或者是做助手咧，或者係幫人哋飄馬開鋪。哦，報飄馬開鋪話幾好喎，幾個賣飄馬，你快啲叫佢打個折扣。係啊，有啊，有。見到啦，蔡生，見到佢對鞋係飄馬嘅。我哋唔可以做直入式廣告。應該好少著波鞋嘅，係咪啊？多唔多著波鞋啊？我最憎波鞋啦，對唔住。點解？係咪波鞋咧唔襯你平時嘅裝扮咧？唔係，因為有一個慘痛經驗咧。你哋而家嘅波鞋咧，你哋而家有咗錢，你哋好多好多對波鞋噶嘛。但係以前我嘅時代係比較困貧苦嘅時代，嗰陣時一對波鞋啫嘛。呢對波係由頭著到尾，日日著。忽然間有一日落雨。你運喺後車裏面，乘車幾十個人運喺度，唔可以開窗，冇冷氣，嗰啲味道你去聞下，你就一世人你都唔會鍾意波鞋㗎啦。而家波鞋好透氣㗎。係啦，俾個時間，俾幾分鐘時間你可以推銷下自己公司產品。唔使。但係波鞋雖然話透氣，都始終你去運動啊嘛，係嘛？一運動就有流汗啦，流汗始終臭㗎。但係雖然如果你對方你好中意，又另當別論啦。我中意高踭鞋，但係一樣會流汗。不過我睇書睇得多咧，蔡生好似淨係做一樣運動嘅啫喎。嗰個運動都唔使著鞋喎。哇！你講得咁隱晦嘅，唔使著鞋做嘅運動可以有好多嘅喎。買書睇。有睇蔡生嘅書就知啦。啊，係啦。咁蔡生咧又唔係好中意人哋問你一啲重複
即係你回答過啲問題，例如咧，好多人中意問你誒食乜嘢會瘦啊，食乜嘢對身體好啊，或者食乜嘢可以增肥。例如頭先呢度都已經 post 咗好多條出嚟，咁你係一直都唔中意回答呢啲問題嘅。咁但係咧，我唔係唔中意回答食咩會瘦乜嘢，你問我，我可能你要問醫生好過我啦。呢啲我都唔係專業醫生，你跟住我唔知道啊，我生咗瘡啊。我乜嘢我点？诶，我嘅细佬哥点话啊？我都冇生细佬哥，我点知啊？嗰啲问下蔡生月经嚟嘅时候唔好食啲咩？蔡生答案系咩啊？蔡生话我都冇嚟过，点知啫？非常好。但是呢你又之前又见到你话征收女徒弟啊，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有食极都唔肥嘅体质喎。咁你系呢度，系因为呢个相信系作为如果你要收弟子系需要呢个缘分啦。咁你人生有咁多经历，你有几相信缘分，或者你点样理解缘分呢样嘢呢？我系咁样理解嘅，所以我唔可以單靠外表㗎，所以我愛喺最好喺呢個微博裏面，我哋慢慢嘅相識。雖然冇見到面都唔緊要嘅，因為好少人攞自己嘅相出嚟。但係喺相識中間，我知道佢嘅諗法啦，咩嘢嘅時候，咁樣就外表已經唔緊要㗎啦，嚇，都係內涵重要啊。是是，而家到呢个年纪。好啦，你呢？你就嗰啲头先问咗咁严肃嘅问题，而家可以问翻个轻松，问翻个轻松啲嘅。我记得我系唔记得咗系睇给年轻人的一封信啦，定系有一句系蔡生讲嘅嘢，我好记印象好深刻。你就话为咗饮牛奶咧，其实唔需要将只奶牛攞翻屋企嘅。嗯，咁。咁其實我喺度諗就係話，如果個個都唔養牛，淨係飲牛奶嘅話咧，咁可能就冇牛奶飲啦。咁其實咧，就為咗呢個公眾嘅利益咧，係咪都係應該自己養頭牛好啲咧？唔係，都養唔養牛嘅問題咧，就係唔係話你想唔想去養嘅問題噶？養唔養牛咧，係因為到你人生嘅嗰個緣分到嘅時候咧。忽然间出现一个人啦，你一糊里糊涂同佢一齐嘅，糊里糊涂你就会买只牛翻去嘅，得唔到唔系你思考嘅，唔系嘅，绝对唔系。你会咁冲动，你就会做呢啲傻事。你睇下你周围咁多人结婚嘅结局咁惨痛，你都唔会去试啦嘛。你惊晒，惊晒，但系你点解又结婚咧？就系、是、因为你嗰阵时糊里糊涂咯，你已经晕咗咯，咁你哋缘分到啦。人哋中国人系咁样解释，咁你唯有啦，唯有结婚啦，唯有养牛咯。佢笑得开心，因为佢未养啊，蔡生未养系嘛？未养牛，好，未有缘分，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多啲玩。未结婚之前玩冇罪噶，结婚之后如果你识玩都冇罪。睇你嘅手法咯，系咪 ？OK。好啦，咁我哋多谢呢三位朋友，好唔好？多谢多谢，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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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俾掌声佢哋，好勇敢啊，上嚟。蔡生可以拣一个，拣一个精彩提问啦，睇下边位朋友。你哋两位都坐啦。如果唔係企足靜嘅成，好辛苦。你坐啦，阿妹你坐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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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坐。我中意行。蔡生要揀一個問題，頭先嘅最佳提問，我哋送書。好啊。送翻你嘅新嘅著作俾佢哋。咩？頭先嗰幾條問題裏邊揀一位。有冇邊個你覺得係個問題最有趣？你選為最佳提問。唔係，都好，呢三位送三本。好，送三本。蔡生最大方噶啦。好，恭喜曬。我哋有冇工作人员？遍地嘅同事要记住咯，头先嗰三位阵间出嚟领奖。阵间先喺外出。咁我哋继续邀请呢个台下嘅呢位先生，可唔可以上去啊？上去啦，嚟啦，嚟啦。唔系，而家佢唔想就俾佢喺嗰度问都好。系。我想请教蔡澜先生，中国人好中意食野味嘅，啊你认为？食野味边种最好呢？
边种你最中意咧？边种最可以养生延年益寿咧？养生唔易唔益寿啊？咁唔系你去食河豚，你快啲死咯！我冇反对食野味嘅，系唔系因为我环保啊？点我系觉得你野味啦，所谓野味就系好难揾到嘅，就叫野味啦嘛。如果容易揾到就叫家禽啦嘛。好难揾到嘅野味嘅话咧，你就练习嘅机会唔多，你唔识点煮啦，嚟嚟去去都炖药材啊。或者呢样嗰样两样两三样嘅，因为你唔识玩佢。家禽唔同，家禽一隻猪一隻鸡，你有几千种嘅变化，煮出嚟嘅嘢就好食㗎啦。我嘅对飲食嘅要求就係材料加埋厨艺。咁如果係单单一个材料好或者野味好珍贵啊，呢个食咗有补啊咩，我都唔会去掂佢㗎。我要求有两种，所以野味基于呢个原因，我都觉得唔系应该太食。去第一、第二，对身体好啊咩嘢，系冇一种食物对身体好噶。你觉得佢对身体好，就对身体好噶啦。人哋好耐好耐冇食过猪肉，忽然间食一块猪肉都会。嗰晚特别犀利，都会噶。唔一定系因为佢系猪肉或者狗肉或者咩肉，所以野味可以少食就少食，因为都系濒临绝种嘅动物。算数啦，唔好再食啦。大把嘢食啊！而家呢个世界，啊呢几位的朋友过嚟嗰边空凳坐啦，过嚟啦。养生你年年益寿，你食啲乜嘢咧？我唔食嘅，我唔理呢啲嘅，益乜鬼寿？活得福高兴至得。好，过嚟过嚟呢边坐。朋友系小姐，我哋请阿郭小姐上台好唔好啊？哦，郭小姐好，郭永琴小姐。郭小姐是我由细睇到大的一位朋友的千金，都好细。我哋细嘅时候就睇佢喺嗰度坐喺度做功课，非常之勤力。其实我今年18岁嘅啫。又系啊！大家唔好耐，而家唔系做新闻报道啊。蔡生咧就喺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已经成日嚟同我哋倾偈啊，好好噶啦。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好崇拜佢噶啦。多谢多谢。哇！一眨眼已经系18岁啫，十八岁。我都有問題想問蔡先生啊！嗱，第一條咧就想代我媽咪問先嘅。咁因為咧，蔡先生咧就識得我爹哋媽咪啦，都係老朋友啦。咁啊，好耐都冇見過噶咯。咁就我就話俾媽咪聽，啊，蔡先生咧又玩微博噶，成日咧都好多 fans 關注佢咁樣噶。咁我媽咪就話佢唔識玩微博，不過佢啱啱學識咗玩 Facebook 喎。咁點解蔡先生你又唔開 Facebook 啫？我覺得 Facebook 比較係西化啲啦，比較唔係咁多中國人可以接觸得到嘅。總之你如果我做一樣嘢，你就希望多啲人嚟睇你。好似我寫作嘅時候，我點解唔用廣東話寫咧？黃沾係用廣東話寫噶，點解我唔用咧？就係我希望話唔識廣東話嘅人都睇得懂啦嘛。咁如果揀 Facebook 同埋揀微博，咁我梗係揀微博多啲，因為唔識得睇英文嘅人都可以參加啊，多啲呢個中國嘅社會咯。所以我都係始終我覺得微博最好。但係你咁多 fans， 微博嗰度幾百萬人，咁如果關注咗你，想寫句嘢俾你，你又唔知道會唔會睇嘅喎。我。其實咧係一定睇到嘅，我一定睇到嘅，除非你問候我媽，咁我就睇唔到啦，因為我有一堆護法幫我擋咗呢啲無聊嘅
所謂腦殘啦。我就好想問呢樣嘢啊，因為咧，我其實都有啊蔡生嘅微博有關注佢噶。我初時咧就係、是、寫咗一句嘢，譬如我寫俾阿蔡生咁啦。我成日咧好心急喺微博嗰度睇，等啊等，等啊等，點解蔡生都唔覆我嘅咧？究竟蔡生有冇睇嘅咧？咁其實蔡生你係咪會點樣揀一啲嘅即係留言去回應嘅咧？我好赞我啊咩嗰啲咧，我就大多数唔复噶啦。闹你先，闹又唔复，闹我又唔复啦。但你已经听到惯晒啦，系咪啊？闹我又唔复，乜嘢点复咩嘢咧？就系、是、复人哋冇问过嗰啲问题，我实复噶呢个第一。我一定会复各位嗰啲。自己好困擾嘅時候，但係呢個困擾唔係太過私人嘅困，唔係太過點講咧？唔係太過輕微嘅困擾咯。追唔到女仔啊，嗰啲係嘛？追唔到女仔嗰啲，我就多數已經覆曬㗎啦。所以我差唔多點我以前咧，我出多一本書咧，叫做抽煙。飲酒不運動的蔡瀾咧，嗰本書係咩咧？就係、是、我將我自己我自問自答啦。點解我自問自答咧？就係、是、有好多記者嚟做同我做訪問，但係佢哋唔做功課，唔做功課嚟咧就問嗰啲問題好蠢，咁好嘥我時間。咁好啦。我就將佢哋想問嘅問題，關於茶、關於書、關於酒、關於食物咩嘢，我就會分類咗以後咧，就係、是、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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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咧，就係、是、將自問自答啦。佢哋嘅問題問得唔夠，我自己問好嘅，我自問自答咧，就將自問自答嗰啲咧，就執咗一本書，叫做呢、這個食煙飲酒不運動嘅再難。咁呢、這個呢本書咧，如果係我去到國內咧，邊個記者佢先嚟問我啦？佢問我嘢，我講你睇完呢本書再嚟問啦。咁樣就唔會重複啦嘛。嗱，呢本就有呢個好處啦。咁係咪即係呢本書寫過嘅都唔準問你先？我準問，我唔答啫嘛。靚女咧？靚女例外啦，例外啦。你話人點會冇偏心咧？真係一定偏心嘅，我中意偏心嘅人格。蔡生，你頭先話咧好講 feel 噶嘛？睇微博，咁其實微博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咁用真相噶嘛？咁有時可能係即係冇樣啊，淨係同你傾下偈。咁你話你全部都會睇，咁你有冇試過睇一啲即係？女仔，即係如果佢話佢自己係女仔啦，寫嘅微博，你又有啲即係心動嘅感覺，大家可能有啲 feel 嘅咧嚇。哇！喺微博令到我心動好難噶咯喎，我而家見真人令到我心動都好難啊，唔好講話微博。蔡生好高竇啊，你唔知啊？唔係講笑啫，但係會嘅，會印象好深。唔係叫心動，印象深。邊個人嘅發言啊，或者佢自己嘅嗰啲發表咗嘅佢自己嘅感想啊，咩嘢？我會睇到呢個係咩人咯。咁好似最近有一個時尚相嘅，我就睇到佢係嗰啲人哋嘅情婦咯，成日等住嗰個男人嚟揾佢嗰啲啦，因為佢嘅心情係咁樣睇到嘅，佢發表嗰啲嘢咁咯，睇到嘅。总之一来就睇到。有冇问你问题啊？佢冇。佢已经做成为我嘅护法嚟噶啦。唔系徒弟啊，系护法。护法。怪之啊，阿卢生咧，成日都教我咧，写微博都系要有个巧妙嘅。唔系巧妙，最紧要系爱真，唔爱假，唔好假。同埋唔好拋書包，我識得呢啲乜咁樣，你拋書包，我一睇你就知道，咦，行開啦，
我知道的，我看到的。还有不要成日跟我说，哎，我家那些，我家乡那些东西最好吃了，你有没有吃过啊？我好吃过你们、哦。那些我就觉得你是那些井底之蛙来的。因为你没去过，你我好，你的家乡的东西比较我家乡的东西好吃，但是你有没有去过全世界的东西比不比较你的家乡的东西好吃呢？你这个你不知道，你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你一马上知道他的知识水平去到哪里了嘛。所以成为我的黎文文答成为我的 fans 什么嘢，我好感激。但是就是如果爱扮嘢爱演嘢有太过浅见，咁样请你哋行开啦。但是你可以冇知识又好，乜嘢都好，你出发点系一个真字，你系真，我睇到㗎。你真的话我就会接受。你要冇咩我会培养。你唔懂咩嘢我慢慢教。我可以的，我有呢啲心机的。仲系我有呢啲时间的，我真系有嘅。我呢点我可以应承大家我做到的。所以睇蔡生微博学到好多嘢啊。阿蔡生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因为见你有时咧都会喺你自己嘅微博嗰度咧，你就摆条 link 啦，就系、是、你自己写嗰啲 blog。其实咧，我最近就留意咗一篇，即、就、系、是、我好关心啊，之前做嗰行 CNN 女主播，原来啊蔡生嚟嚟去去都系真系好关注啲美女嘅、哦。我关注靓女，梗系啦，尤其睇我中意睇。新聞咁啊！我睇電視，我嗰啲咩劇，我死都唔肯睇噶。嗰啲係純數睇噶嘛。我中意唯有中意睇就係新聞。咁，但係我最近咧，我已經開始愛放棄睇香港嘅新聞。唔係咁慘啊，因為我轉咗行啊，可能。係啊。是是咁样嘅，因为除咗呢啲女主播啦，成日讲嘢成把口水以外啦，你唔会你好好，其他人啦都系索索声，好似唱歌声咁样，讲咩索一声，讲一句索一句，我系真系忍受唔到佢哋嘅呢啲嘢，同埋咧。好，你哋所有嘅新聞嘅頭啦，都係蠢材嚟嘅。點解係蠢材咧？你當觀眾係蠢材啊？因為你如果有睇香港新聞嘅話咧，先係咁樣噔噔噔噔咩一個頭出嚟啦，嚇、呢個人出嚟就講一聲啦。哦，今日發生咗一件事，啊呢件事係乜嘢喺邊度？鏡頭一cut到呢個記者啦。呢、这个现场记者，现场记者就嚟啦。今日发生咗一件事，呢件事系乜？讲完咧就好啦。镜头一 cut 就 cut 埋访问对方啦。咁啊，对方话今日发生过一件事，咁样系乜？哇！你当我哋蠢噶？听三次至听得明啊？所以我好憎睇香港新闻，我觉得香港新闻系一个低能无比嘅新闻。今晚翻嚟唔好睇新聞，同埋你唔止咁樣，人哋外國出生入死去嗰度啊打仗啊咩啊薩利亞胡啊，去到咩埃及啊咩嗰啲場面報道翻嚟嘅，翻嚟無線咩記者報道，哇！人哋報道呢啲係俾你去報道。好彩我转咗工啫，蔡生。呢个但系我讲过佢哋嘅辩论系点？呢段新闻系我买噶，我就你有我有权力话系我报道噶。大家都知道唔系你啦。香港嘅新闻嗰啲广播员就系坐喺冷气房啫嘛，冇出门噶。都唔系噶，蔡生、以前都好辛苦嘅。以前就辛苦，最多系去大陆翻嚟啦，打仗俾你去咩？实唔俾你去。咁系咪所以蔡生都中意睇可能网上嘅新闻啊，或者一啲、啊？我又唔睇网上嘅新闻，我睇好多 CNN， 我睇 BBC。我睇
其他啦幾個啦大嘅 Sky Network 啊咩嗰啲我睇嘅。要有靚女主播先得喎。唔係個個靚嘅，唔係個個靚嘅，尤其 BBC 嗰啲咧專揀醜嘅。啊，我真係服咗佢啦。有幾醜啊？好醜，有幾醜就幾醜。系咪话声靓啊？蔡生可能唔系，声都唔靓。唔系咧，声都唔系咁。蔡生咩准则先？啊，你嘅准则系点先？你嗰组唔好讨厌啦嘛，五官端正啦嘛，最少都唔端正啊。咁所以你唔睇 BBC 啦，就睇 CNN 啦，系咪？CNN 好啲 ，CNN 好啲 ，CNN 又有几个靓啲，但系都唔算话靓啦，总之有几个系有知识啦，佢哋非常之用功啊，同埋好了解呢个当地嘅情形啊。咁佢哋嘅主管又好咯，佢哋有咩题材就叫咩出嚟访问啦。有嗰啲专门知识嘅人，好似呢个Akita Subud，佢系识得讲印尼话添。佢老豆系应该系德国人啦。嗰啲你睇到噶，嗰啲好聪明嘅女仔。好，你就你又你大家可以倾偈啦，你可以倾话题添。我想问下，如果你譬如有个靓嘅主播喺度报紧新闻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你挂住望住嗰个女仔，或者留意一下啊？今日换咗套衫，今日好低胸件衫咁样，会唔会挂住留意呢啲嘢，而令到你忽略咗个新闻嘅内容？我係有冇功力？有冇咁？我係一個一心好多用嘅人嚟嘅。我一望埋去，我睇，乜嘢都睇到嘅，唔會。但係個眼唔會專登睄嗰度嘅。你又聽嘅嘛？唔使嘅，有咩唔睇嘅未睇過啫。同埋跟阿蔡生學嘢都學識咗，好似你話齋。每度執啲時間啊嘛，嗱，我記得你以前講過嘅，每日瞓少一個鐘咧，一年咧就多365個鐘啦嘛，係咪？係啊。咁所以而家好夜瞓係一個夜鬼嚟嘅。係啊，好啊，一個月你就多出一日出嚟啊，30個鐘出嚟啊，一個月你如果瞓少一個鐘嘅話，呢、這個就叫做玩時間啦，時間喺呢度你去玩去啦，你本來8個鐘頭嘅，你話7個鐘頭就得噶啦。慳咗1個鐘頭，你咪多咗一日，一個月多咗一日出嚟咯。一年你咪多咗12日出嚟咯。但蔡生，你寫咁多專欄，你邊有時間？即係譬如話你每一度嘅專欄，你會唔會重複嘅咧？有冇試過話題？好少好少。以前我尤其犀利，我記得噶，絕對唔重複。我以前寫3個專欄添。我唔知啊，我而家都系好多嘅专栏，但系我尽量唔重复啦，但系会有时有啦。年纪大咗，慢慢会出现呢啲善忘嘅，会嘅，唔多，绝对唔多。我最憎人哋重复佢自己，梗系我最憎我自己重复我自己啦。好，台下仲有冇边位朋友想？趁住呢個時段上嚟現場問蔡生問題。幾多自由啊 ？Kinson 上高最高嗰度，我攞上去。好，你唔好走住，你坐喺度。做乜？邊位？係。啊，蔡丹你好。你以前都係拍做電影監製，你如何去睇而家嘅中國電影？因為見到而家嘅中國電影，你會覺得係比較點樣咧？比較宣傳定多啲，例如向某方面嚟宣傳，或者好大推頭咁樣。你係講建國偉業係嘛？係點啊？你哋仲有你會唔會覺得中國？大陸的人會係有個開啲有個答案，就會落嚟香港度睇戲。好似呢排有幾套戲都係香大陸人組團係組團落嚟去睇。係，清楚。香港就係有咁好嘅地方，所以我好中意香港就咁。思想上幾自由下，係中國人裏邊思想最。自由的一個地方，同埋最有制度的一個地方，同埋係一個
百花齊放，真係百花齊放嘅一個地方。你愛做咩嘢都可以，你做得叻你就賺錢啦。你嗰啲令到內地人組團嚟嘅電影，佢哋賺錢啦。但係唔止呢啲嘢㗎。我相信啊，陳可生拍呢部武俠呢部新戲應該係好好睇。因为他们这班年轻的都陈可辛都算中年的了，他们看很多荷里活的片，他们知道世界水准去到哪里。这样我们那些香港片的级数以前是真的是好像我们看印度电影那样上不到厅堂的，但是现在已经是世界性是受了人家尊重的一个电影行业，是挺好挺好挺好。幾好，最緊要是我哋嘅思想好，我哋嘅思想會接受各種唔同嘅電影，可以令到各種唔同嘅電影都生存落去。有好多導演專拍男女愛情啊、小品嗰啲都生存到，我睇到都好歡喜。蔡生，你最近有冇睇過一啲本地香港嘅電影係比較有印象，或者你個人嚟講你幾喜歡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就好少，好少。睇我都睇，但系好少话印象。我都陈可辛嗰个投命状，我觉得拍得好好噶。好，咁蔡生或者我哋开始，有好多网友已经喺微博上边问咗你问题啦。有位先生，不如俾仲有位，我见佢举咗手，好啦。好，唔该，先生。咁我應該點咧？我應該咁樣睇住你得。係嘅，你要坐喺度，咁我哋就會讀俾你聽。蔡先生，我想問一下，你會唔會有打算翻譯你啲中文書去譯英文啊？因為我有呢個打算嘅，但係真係冇時間咯。我有，如果我翻譯就好過人哋翻譯啦，因為我嘅書你會發現，冚唪係好口語化嘅，好淺白嘅嘛。咁我嘅英文程度都係去到嗰度啫，我識得用中文講得出嘅嘢，我諗我可以用英文講得出咯。我都希望咁樣做，同埋本來我想話將我自己嘅書講成有聲書，但係有一個人講得好過我。如果我以後出有聲書，我就會揾佢。呢、這個人咧就係而家好東航嘅好出名嘅。我哋嘅 TVB， 有 TVB 陳先生，原來咧，佢叫做以前叫韋嘉晴嘅時候咧，佢係幫我讀我嘅小説噶，讀得唔係小説，讀嗰啲小品文啦，讀得最好最有感情嘅係佢。嗰陣時阿何嘉麗主持一個節目，咁。每一次咧，何嘉麗就叫我自己讀，我話我嗰啲廣東話咁甩吉唔我講唔得，咁樣佢就去揾到阿韋嘉晴翻嚟，咁韋嘉晴啊陳生講得最好，咁我撞到佢嘅時候，我都同佢講過，有一日我如果出有聲書，你肯唔肯同我做佢？佢話好啊，好好，我諗等到佢得閒啲啦。好啦。多謝郭小姐。好，唔該曬郭小姐。多謝蔡生。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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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蔡生，我哋而家準備要去到下一個環節。好啊 ，Kingson。呢個環節蔡生最熟口。嗯。有成千條問題咯，我哋後台嘅朋友話俾我哋聽。係啊。好啊。第一條問題，有人問蔡生，呢、這個日本地震之後咧，你有冇去過日本？我好彩冇去過。幸亏没有去。有用过嘢啊 ？OK， 都可以啊。好彩冇去过，因为点咧？如果你去嘅话，你去嘅话咧，而家去嘅冷气系28度噶，我会热死喺嗰度啊！28度唔系冷气系嘛？28度嘅，但系佢系佢嘅火车里边系28度，佢嘅酒店里边系28度，所以我会热死喺嗰度。好彩有問題咧，問你關於電子書呢位國內嘅朋友姓趙啊，趙先生，佢問你呢個電子書嘅呢個存在會唔會衝擊咗傳統發行商嘅市場？
同埋個人佢覺得電子書可以隨時隨地閱讀，會反而令到好多年輕人會重新呢個走上讀書認字之路。想問一問你嘅意見。呢個我喺我嘅文章裏面已經再三嘅寫過。衝擊唔係衝擊，係一個互相互利嘅關係嘅。如果係出版商咧，係好保守啦。就好驚佢哋嘅所謂嘅侵入啊咩嘅話咧，就會發展得到慢啲。如果佢嘅思想開放，一早就同電子書嘅出版商商量好，咁樣嘅話嘅發展係好多嘅，好長遠嘅。美國而家係咁樣噶啦，我照美國嘅例子嚟講。下一位朋友就問：怎麼樣能成為一個完美的女人？有沒有的？有没有完美的女人？你的先生的眼中你是咯，就得了。发生另外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你赞不赞成大男人主义呢？赞成。你是不是一个大男人呢？是。这句是我加下去的。所谓大男人是懂得照顾女仔，叫做大男人。没错没错。呢、這個第一條，阿妹你嚟講下啦。你話想笑，成功地禁止自己嘅男人做佢中意做嘅嘢，女人會特別開心同埋特別有成功感嗎？阿堅臣問邊一部分？禁止男人做佢想做嘅嘢。係啊，係咁。女人會唔會特別開心，有特別有成功感？點會問女人啫？蔡生又唔係女人係嘛？係咪咁答啊？係咯。是咯，我答咗啦，已经叫佢阿妈答呢个问题，系叫佢阿妈答啦。下一个，今朝我睇嗰啲问题嘅时候咧，有一个系问阿蔡生，两个人啊，即系我梗系当系一男一女啦，点样先可以长相厮守？长相厮守唔系忍咯，忍得到咪是长厮守，忍唔到你就冇咯。估中咗啫。估中咗，蔡生答话好。呢题我问蔡生，你对于中港婚姻点样睇？中港婚姻几好，你中意嘅话唔系得咯，你唔中意嘅话唔系唔得。好嘅。其实即系等同你，如果即系夫妻分隔两个地方，唔系一定系。人哋鬼佬同西人同中国人结婚都得啦。系咯。咁样中港有咩？冇问题。佢冇问题噶，冇问题，一啲问题都冇。呢、這个问阿蔡生，你做咗咁多饮食节目，每次都你用广东话问，都系一班靓女陪你。请问有没有某女性主动找你玩煮饭仔？问号，一同研究料理。呢、這个问题我好似答过好多次噶。如果我哋系开一个杂货铺嘅人啦，你睇佢嗰度有一硬嘢啦，冚唪糖嚟噶，你唔会一粒一粒攞出嚟嗒一嗒，再包翻攞翻去噶嘛？唔会做呢啲嘢噶。有都唔话你听啦，嗬。下一个。均衡飲食一定唔使答啦，呢個再下一個呢啲現場嘅問題，又係均衡飲食，再落去，蔡生鬧嘅呢啲，所以你話啦，你話我有冇時間答？我有時間答噶，但係我點解會答？哇！呢条问咩啊？问女优啊？系啊！小弟喺大阪看到很多年轻少女在兜搭路过的男生，当然我是其中一个啦。他们究竟在兜什么呢？以往男跟女搭讪是为了找 A V 女优，难道现在 A V 男优也那么短缺吗？哇！呢个系咪日本？阵间叫新郎喺后台查一查呢位系咪日本嘅网友？都有风水轮流转啦，都有可能嘅。下一个，睇下有冇啲有意思啲。阿妹，你帮一帮。哎，又系头先嗰个两个人遇到个问题，系两个人点样无风无浪相守一生？蔡生都系答我哋忍啦。第二题几好，Hanson。蔡生，点解你成日都笑得咁含蓄？
我咸粥咩？你可唔可以豪迈啲？豪迈啲？我绝对唔咸粥噶。我如果中意嘅话，我讲嘅。蔡生话唔好嘥时间啦，冇嘥时间。对方话唔得，咁就算数咯。呢啲都系答过啦。啲咩最感动嘅食物？嗯，再落啦。哇！啲问题好长喎。所以呢啲书咧，系一定我买嚟睇住啦。啊！呢啲可以。呢啲可以飛啦，嗯，因為微博嘅精神係140字，所以咧問題越短越好噶。問題越短，我嘅答案越精簡。我好中意嗰啲短啲嘅問題，同埋我好驚有啲人咧就係一個問題分三四個小問題，咁我答咗第一個，我唔記得第二個，真係好慘。蔡生，有人问咧话，如果佢喺厌世嘅时候咧，除咗自杀之外，仲可以做啲乜嘢？哦，你可以去做和尚咯，做尼姑咯，好多人系咁做噶。呢、這个吓入去三心里边修行咯，或者去揾师傅学武功咯。点会厌世啫？呢个咁好玩。呢、这个问题问蔡生咧，你觉得边一类题材嘅小说咧，有机会再出现好似金庸先生同埋倪匡先生呢啲大师级嘅作家？我、哦、呢个问题好似今日朝头早已经答过一次啦。任何题材都得，写得好就得。阿倪匡先生讲，所有嘅小说就分两种，好睇同唔好睇，就是。写得好睇就得啦。哇，呢、这个犀利，呢、这个第二题。系，哇，咁多人反应啊。系啊，蔡生，你唔好拧过去喎。唔紧要，乜嘢都难唔到我噶。佢问你，蔡澜先生，你是何方神圣？神啊！即系简单啲讲，即系问你，啊，粗俗啲讲，就问你系乜水？有冇自我介绍下？乜水好啲？解说，介绍下自己先。我呢、这个比较严肃啲答啦。我希望我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不是中国潮州人、广东人、福建人，不是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这个人是住在地球上的一个人，住在地球上的一个人呢就会爱惜所有的地球给我们的东西。一个地球上的人呢有基本的条件，就是爱尊重你的长辈，对年轻人好一点，好遵守时间，遵守诺言，基本就是这几点了。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呢，就是你是一个地球上的人了。地球国不是中国什么地球了，地球人最好是做地球人。如果大家可以做地球人的话，这个世界是会美好一点的。我欢迎大家做成一个地球人。不如自己咁样答。食辣嘅又一定长痘痘，食啲咩嘢会啲？呢个问题我都答过啊，我叫佢食花生啊。自己做啲饭菜算唔算美食？梗系啦，唔算，唔算做你做乜？蠢唔蠢啊？呢啲问题，因为有啲嘢我做不到。乜嘢系有味的生活？有味的生活，你去问一下咯。等到唔系那些食物唔能放喺一齐食。呢、这个有一本嘢叫《通性》嘅，《通性》后边有啲食物相克嘅，你唔好一齐食。好啦，好，再爱啲美食，我阿妈煮噶啦。嗯。下一个，
哦，这个正经啲回答啦，唔好食饭，食面。北方人都系食面，食水饺，食咩？食牛奶，佢哋高啲噶。南方人食饭啦，矮啲噶。我哋南方人去到美国，嗰啲细蚊仔都系打篮球咩？食牛奶啊，食面啊，食面包啊，都高啲噶。所以食咩可以高啲咧？就唔好食饭啦。今晚翻屋企，除咗唔好睇新闻之外，唔好食饭。下一个。你有呢啲问题摆书啦，系啦呢啲问题，你咁样问我，我唔系白白俾你问，咪系，好似医生啊，你俾我睇下，你同我帮我睇下，咁唔得噶嘛，你嚟诊所，下一个，我收你费至得噶，迅速长半十，增肥嘅问题喎、啊，蔡生、啊，第一题系啦，可以迅速增肥，哦，咁唔系日日食咯，日日食午餐啦，包你肥噶。呢个话喺厨房做煮饭咧，而家天气咁热咧，有咩办法？又唔忍受高温，又可以做出美食。而家嘅厨房好好噶啦，现代。你咁样咧，你就系咁样啦。呢个唔好问呢啲嘢啦。呢个人咧，最好系将自己嘅厨艺热学热精啦。你热学热精咧，就有嗰啲大酒店请你去大酒店，就系冷气噶。你如果你冇本事啦，你就冇办法啦。这个喺厨房做咧，唔止热嘅问题。以前嗰啲厨房系烧嗰啲木材噶，咁样嗰、那个我都去试过喺澳门，佢哋话蔡先生这个烧喺呢啲烧木材嘅地方煮食啦，无止无酸噶。会烧窿嗰个春袋，烧窿咗都可能系名菜，蔡生系咩？又问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当最后节讲啦。下一个，下一个，跳去下一页，唔该。我唔中意食香肠，OK， 好啦，试过啦，自己食下自己食啦，再跳。你问医生啦。唉，又系问阿蔡生点相处。好啦。好，去收面系嘛。呢个有办法。有办法啦，蔡生。哦，唔好食啦，去搵整容医生啦。日本好定新加坡好啊，蔡生。韩国嗰啲好啊。平靓正。韩国嗰啲呢，多数韩国女人个面横㗎嘛，佢而家开一刀啦，将佢呢度打开啦。呢、这個骨咧就有一個電鋸啊，咁一磨咧就冇磨，然咧就洗乾淨，咁樣就縫起嚟咯。啊，有嘅，我睇過嗰個新聞片、紀錄片啊，有嘅，真係係咁樣整嘅，係咁樣。所以想壽面真係唔使食嘢啦，去韓國啦，蔡生話去韓國，可以食韓國菜。去睇下吧。再下一個啦。再下一版，蔡生笑嘅，即系下一版啦。点样沟女？点样沟女？呢啲咧我唔中意答嘅。以前咧唔中意答啊，唔系因为个问题问得蠢啊，系问题咧就系用广东话。我用广东话，你问我，好多人唔识噶嘛。咩叫做沟女？有好多好多好多喺北方嗰啲网友唔识。咁對網友唔公平咯，呢啲問題，所以同埋輸有時啦，我嗰啲護法幾好噶，佢會將呢啲佢哋嘅問題轉嚟俾我嘅時候，將佢翻譯成國語。就怎樣泡妞？呢、這個答唔答？啱啦，怎樣泡妞？問你爸爸。食乜嘢食材可以減肥？我學嘅，餵你媽媽。美食對人嘅一生有咩意義？嚇、啊，對美食一生，美食一生嘅意義太長遠啦。因為你食得好咗以後啦，你就會
会觉得满足咯，觉得满足你就会对对周围嘅人好啲。这个意义好大。下一版又是问美食定义，又是问长高、哦。似乎好多人都唔够高啊，嫌自己唔够高，要增高。系，快啲去北方食面。即系增高就唔系去韩国啦，要食面。下一版唔该。黄秋乜嘢抗辐射？下一版嗰啲问医生宅女。蔡生，蔡老师向宅女推荐几份夏日清爽的菜系吧？哦，这个最容易啦。你去超市买啲面豉酱，咁样买两支黄瓜，咁样点面豉酱，咁样食点面豉酱，咁样食。如果是最寂寞的话，那个食剩的黄瓜都可以。仲有用途是吗？即是会爽啊，即是食完会爽啊。不是我哋敷面咁解。人生像一道什么菜？好蠢好蠢。太广泛的问题我不喜欢的。同老公嗌交又问蔡生。这个啊上面这个。同老公讲正经嘢意见不合就炒。吵架，告终个终字写错咗。这个是冇办法解决的喎，鸡同鸡蛋的问题嚟嘅，这个是永远存在的喎。如果你结婚的话，你最好冇得解决噶。这个以前好古人已经同你讲清官难离啦，你到而家古人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已经咁讲啦，你仲将呢个老问题嚟问我，真系。好，这个好，这个好，一个伟大的蔡老板，男女约会应该食乜嘢比较好？中意嘅话食乜都好啦，系嘛、嗯？可怜啊，所以就系咯，睇食睇咩电影啊？睇恐怖片啦、啊，会呢个个个都识噶、啊。美酒、美食、美女、美景。必須捨棄兩樣，假設性問題，蔡生唔答噶啦。係啦，唔答噶啦，唔答噶，可以重複俾，唔緊要 ，OK。美食家又係咁，淨係叫你唔好食飯，唔睇新聞啫。下一版唔該。再落去啦。我係自己做早餐噶嚇。時間代表咩菜？唔知道下一版，下一版這個都唔知啊。面嗱呢個識嘢啊，面食有多增肥，成功嘅要素。而面食有多增肥呢、這個文法有問題喎、啊，這個問題成功嘅。第一個問啊，成日諗就諗得好美好，但行動起嚟即係淨係諗唔敢做喎、啊，得個講字。下一版啦，唔该。真系真系好事，好难答。你知而家你哋各位好明白点解好难答就咁。再下一版，做啤酒鸭上网查啦。再落去啦，唔该。做啤酒鸭，我本身唔系做咯，咪试下。仲鸭就可以教你啫。试下啦，试到唔好。我一向话。食物煮餸烹調呢啲廚藝唔係高科技嚟噶，你如果有心嘅話，試一次，試一次唔得就試第二次，第二次唔得試第三次，一定成功噶，冇理由唔成功噶。叫你去做一個電腦做一次兩次做一百次，你都做唔出，我明白噶。但係煮餸咧煮唔出係唔係藉口嚟，係你唔肯去試咯。蔡先生啊，佢話女人咧做到邊幾點咧，咁個男人先至去追佢喎。你最少係照下鏡啦。佢可能已經照過鏡啦，蔡先生，照完鏡先嚟問你喎。咁你提出嚟俾我聽先啦。你講啊，係啊，我有咩條件咁咯，係嘛？
再下一版唔該。呢啲答過啦，再下一版。好，愛食遍全球，得得，努力冇啦，除咗努力冇咩嘢啦，你賺多啲錢啦，你賺多啲錢，你去到邊度都得，你下次有火箭旅行去月球嗰度食都得，唔好話呢個世界，你賺多啲錢，你唔好講你想咩嘢，你愛賺錢先。由你答過啦，再下一版。再落去啊！雞蛋煮法都答過啦，又係問四大才子，答過好多次啦。呢個話呢個男人同女人相視十秒就能結婚，你相信嗎？冇信唔信啊？呢啲即係一見鍾情啫。唔係你剩翻一個嘅嘛？唔係。再下版唔該。什麼下一版呢都答過了、太多問這些、蔡心本新書的最後一章就是講這個飲食問題的，太多聽友知這個都答過很多次了，吃飲普洱茶好用的、再下一版對翻一翻生活的看法來的。微博之戀，請問蔡先生，男女微博之戀是一種遊戲嗎？有沒有成功的可能？這個呢，我有一個博友，有一個網友的經驗呢，就是在那裡認識一個女仔，結果跟那個女仔同居的了，這個有這個即是得的，是有个成功例子的。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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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下一版麻烦。宵夜应该不应该吃呢？我觉得你肚饿就吃了，你不肚饿就不吃了。你吃的时候不要成为一种习惯就没事了。不要成为我一日一定要吃吃吃这样三餐四餐，你一定要变成三餐变成四餐了，四餐了就有事了。你一日本身三餐而已，你如果想到就吃，想到就吃的话就不紧要，你成为习惯的话就不好。风格来，我的写作风格是很受明朝人的影响的，明朝小品好受他們的影響，同埋我好受好多英國美國作家的影響。繼續下一版。我試過這個答過好多次啦，我話我鍾意最拿手係芽菜炒豆泡。再下一版。情人节送花是吗？为什么情人节送玫瑰花？无论你不用一定玫瑰花的，你什么兰桂花他们都喜欢的，因为他们一生人都没收过嘛，有些人。下一版。肉食毒素食 ?OK, 哇又笑了。蔡生年轻时是否很风流？为什么不问蔡生现在是否还是很风流？蔡生一直都是。我风流的意思都不用再解释是什么风流啊什么东西。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当然你的性欲强一点咯，就会多一点咯，这样年纪大就不会咯。很现实的问题。少一点不是没有，是少一点。蔡生，但是风流这个字一定要是关系到有冇性？可以，佢而家呢個咁樣問就係咁樣啦。你睇到佢個問題㗎，你睇到佢個樣嘅，睇到佢張樣啊，蔡生。下一個，下一個。蔡生睇咗佢個樣先答嘅，我話俾你聽。仲有呢啲頭像啦，
都会表现到一个人的个性出来的，有时会这些这样就会比较自恋一点，你看一下吧。嗯，阿板啊，这个总红会他这个名字记我心，我啊，总红又肿又红，肿呢个几乎睇错。请问哪里的老婆最好吃？啊，呢度边度？老婆饼嘅问，女婆饼系嘛？女婆饼香港嗰啲唔错嘅，嗯，七年之痒要注意什么？注意，继续啦，都系忍啦、啊。唔答过啦呢啲，再下一版。嗯，教你做咖喱。咖喱我再重复一次啦，最容易做噶。大家就翻去买两个洋葱，切去切碎去。咁将个呢个洋葱就放油，将个洋葱炒一炒，炒咗以后咧就买咖喱粉或者咖喱酱。就落幾個匙羹再炒，炒完之後咧，就將嗰啲雞油好、豬油好，放喺咖喱呢啲洋葱同咖喱一齊再炒一炒。炒完咧，就攞一個煲，放啲水，將呢啲炒完嘅料放喺裏邊，就煲到呢個肉啦，你攞一支筷子去插係淋噶。嗰陣時咧，你就將嗰啲椰漿放落去，放落去對椰漿未滾之前，你就熄火。咁啊，呢煲已經係好好嘅咖喱，呢個好容易做。三毛，我好似有講過。三毛咧，我就喺阿古龙嘅屋企睇到噶，嗰阵时就介绍你咁样，佢咧就着一个长裙，头发长长，戴个大耳环，好嘢噶，咁样嚟，咁样就呢度就冇皱噶，咁样嗰个手臂系白净净，咁佢一过嚟阿艾康就攞捉住佢嚟咬咬咬咬咬，好似食甘蔗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前未死嘅时候，梗系啦，梗系。有时自己都觉得自己蠢蠢地。写作时为咩有啲？系有一定会嘅，这个一定会产生。这个产生就会变俾你思考啦嘛，这个系好事嚟嘅，自相矛盾系好事。继续，自相矛盾就系代表你喺谂紧啦，谂紧嘢。你写咗哇，好睇喎，好好睇喎，好好睇喎，你死紧嘅。嗯，体质嗰啲答过。嗯，再落去啦，再下一版，问你体质嗰啲嘢啫。嗯嗯。煮饭一塌糊涂，怎么办？唔食咯，咁啊去餐厅啦。咪咯，再下一版唔该。食瘦想瘦瘦腿啊！你瘦腿你都有得救嘅话，你可以做整容医生啦，发达噶啦。冇噶，瘦腿系一啲办法都冇啊！呢个系一腿咧一粗啦，系注明生命系注定你系呢个腿萝卜腿系由头萝卜到老噶啦。只可以韩国，而且韩国都冇得救，上帝都唔会救你噶，你系死紧噶，你讲你唔使谂噶。怎样飲食对人的性和情有影响、啊食什么东西呢？对这些会保身、啊、会作所谓保神、啊、都是假的。
食藥都唔係辦法，都係最好係揾一個令到你有刺激嘅對象就得噶啦。下一版唔該。食貓狗我唔贊成嘅。最答過。我誒呢個答過啦，呢個我新加坡美食好多啦，都男人向女人。蔡生，我哋現場有位嘉賓嚟咗。好啦，我哋現場我哋請呢位中國美女主播沈星小姐。Hello， 嚟，沈小姐，請坐。哇，都有神秘嘉賓。好開心喎、今日。神秘嘉賓。刚刚在李敖先生那边做一个主持，你好，你好。过来，生怕结束了，然后带着这本书来，是微博妙答。坐吧，坐吧，坐吧。你好。沈星小姐，我好朋友，好，请坐，请坐。好开心，今日都可以嚟到捧场。坐，呢度坐，呢度坐。有位坐添啊。啊，呢度坐，好。又问什么感情问题还是美食？大家有咩问题唔好问我啦，有机会嘅，问佢啦，问佢真系好啊！带住问题嚟嘅喎，系啊，佢系真系可以广东话又得，国语又得，你哋各位有咩问题，大胆啲问。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我帮着问蔡先生的也可以，他刚才绕着没回答的，需要也行。可以，什么样都好。聊聊天，不要机会难得啊！这么紧张，有冇问题想问沈小姐或者蔡生嘅？冇咁尴尬。不如你问蔡生啦，人哋咪唔问你咯。问卢先生的有吗？今天问完了，已经。已经问完了。你进来前刚回答完了。蔡先生，你气色越来越好了。谢谢。食咗啲乜嘢？最近的长途计划是哪里？去哪里旅行？也讲过。我8月4号要到韩国去，那个去吃水蜜桃。我一直对韩国的水蜜桃信心不大，因为没吃过嘛。我以前吃过的，觉得蛮好，但是会不会比日本更好呢？没有这个信心。后来我这次去看，亲自去看，他有一个人呢，跑到那个桃园，把他所有的桃都摘下来，都丢掉。我就觉得很好，因为他要把一颗桃本来可以长10个桃的，他。是经历只长那一长一两个啊。OK，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问过，就是在日本，就是核辐射之前啊，它的米是很好的，我们都很喜欢吃日本饭嘛，日本的那个米一粒一粒的。可是现在如果说除掉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外，那还有哪里的米最好？哎，其实呢，这个问题之前没有讲过，没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其实。以前也是有自己有疑问，说除了日本米以外怎么样，我去研究所有的国家的米，后来发现最好的还是在中国。真的、我有试给你试过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金砖那个，可能你没有试过。我有试。那个就是中国的五常这个地方出的米，非常之好吃。黏黏的吗？黏黏的，也是那种属于寒带的大米，就是短短胖胖的那种。对，很好吃，很好吃。OK。东北，五常。五系一二三四五个五系咪啊？一二三四五个五常啊，张五常个五常。哦，五常在东北的哪个省？东北个唔知系定系黑光。吉林或者黑龙江啦，你其中讲下。黑龙江系咪？五常。黑龙江系黑龙江。黑龙江。那个米很好吃，包装的也很精。坐，大家闲聊，难得，我们四个人来。什么时候请蔡先生到你的节目上面表演啊？我哪敢呢？我敢啊！哎呀，你不要这样讲嘛。蔡先生刚才说了，你讲到了，我们就去了嘛。他从来不拒绝美女的。真的吗？真的，你试试。我不敢。这样是有私下事好了，要不然好尴尬。不要紧了，对，我们都大家都已经知道我的信念是试就是机会，50-50嘛，什么都要试。我经常这样做，真的。我这个讲法，很多人
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很进取的去做这心里面的事。我叫他们不要暗恋，要明恋。不要发私信，直接写出来。我觉得还挺逗的，因为我刚刚是有一些媒体朋友也应该是从那边会场过来，就是李敖先生。李敖先生在吗？啊，对，他今天下午是2点到3点的一个记者会，嗯，然后他接着在对面的大厅是有一个4点到5点的讲座。嗯嗯，其实就是很近距离的在同一时间同一个下午接触到两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嗯，我觉得今天下午真是赚到了。对，听到好听的总是很开心哈，哦。是吧？那其实还有就是一个问题，两个人会完全不一样，虽然都是白头发，然后您会年轻一些。我想问，好，是不是人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变得温和一些？性方面，你是说会变温和，需求温和 ？OK， 好吧，没有问题了。好了，那今天刚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听最劲爆的问题作为结束。没有，我们一会再继续做。啊，谢谢，多谢各位现场嘅，谢谢大家，各位可以留步喺出边，我哋安排咗签书活动。谢谢各小姐，谢谢几位，多谢大家。